大家好啊，今日就是9号是吧，星期三。咁啊冇特别嘢喎，今日冇听日先至係啊同阿 Jason 嘅节目。咁啊有冇加其他节目就唔知道，会唔会有呢个真言真语又唔知道，会唔会有文協会嘅室又唔知道，暂时未知道。至于有冇呢、这个香港望神州呢，应该有，不过边晚几时录又唔知道。咁啊 ,so must go on, 係咪，而家知呢就今日继续要讲呢个时日嘅新闻。时日嘅新闻呢即係呢几日闹人闹都好过瘾，我见啲收视都几好，即係唔係收视好啊，嗰啲听嘅比率高啊。即係听晒冇人听晒嘅，但係通常係三成啊，当中三成啊，五成，以前五成都有，短嘅片系五成。咁呢长嘅成个钟头㗎嘛，其实三几成啊咁样。咁啊所以有时我剪咗呢个从即係精华呢是有人睇嘅，因为佢啲人可能听咗前决係收咗工，即係听重温啦，当然係主要。咁我相信嚟听呢个直播嘅多数都係听到尾嘅，因为睇住啲而家啲千二人啦，係咪睇住一路升到尾啦，讲完咗添。咁啊要讲几个话题咁啦，首先就要讲啊习帝啊开咗个会。咁呢你睇台湾呢好紧张咯，即係呢嗰啲人呢又话打啦咁样。美国最近出咗个报告国会㗎嘛，就话加快㗎嘛，老共2027㗎嘛。嗱我呢啲全部唔好信，呢啲嘢全部唔好信，係抌钱嘅啫，係呃钱嘅啫。咁啊老斩仲衰啦，钱又唔俾，你去军队度讲咁多打啊备战啊，你见佢有冇讲一句我准备提升军费啊，冇喎，冇咩准备备咩战啊。啊避咩战喎、啊、有冇动员令啊，嗱普京就有啦。大炮响皇家万两。所以我算唔算嘅呢，我笑鸠佢。我讲事实啫，系咪先。笑鸠佢会唔会又话国安啊乜柒乜柒。咁呢个事实就系、是、嘛，你而家讲咩嘢有鸠用咩，系咪即系出嚟咁样。我得个即系滑稽啊，你明唔明啊，依家啲政治人物。系，你哋我相信国内嗰啲都系啊，屌讲咗咁捻耐，系咪？人哋一个团有一个团去台湾，你又继续打嘴炮，系咪？英国又话组个团去啦，系咪？我都话啦，早两年啊 ，Pelosi 诶唔系早两年，即系早几个月八月啦嘛 ，Pelosi 一去咧，成个国际格局改变咗，即系国际关系格局啊，以后咧就成为常态啦，即系各国啊政要、议会组团去，政府咧。就仲系避开迟啲咧，政府因为佢已经有法律基础噶啦，美国已经立咗法，即系国会立咗法授权啊，国务院官员咁佢有喎，有去嗰啲喎，咁啊成日仲话我哋冇改变一国两制、一国政策咁样，一蚊 China policy， 咁西方都跟咗佢，系咪？既然你承认唯一合法，点解你派代表团去台湾咧？系咪？啊，你军事好，经济好，经济你都可以走去中央嗰度啊？咁你咪咩囉，你个喂我同台湾经一定要经中国嘅经贸版咁样，係咪咁由中国经贸版同台湾做中间人联系上，咁就巴撚币啦，台湾想唔跪低都唔得啦，唔係因为人直接去台湾做生意，虽然嗰个经济体冇你咁大，但係呢所有嘢买晶片係咪自己去打关系，跟住又同你打关系，两边赚係咪，咁你梗係唔高兴啦，我都知你唔高兴，咁你出唔撚帳㗎嘛，係咪先，撳返低少少。哦，出唔涨啊嘛，现实就系咁啊，现实你唔屌你唔坐嘢啊嘛，咁呢个习近平咧，而家就新政啦，系咪？都成个月噶咯噃，吓冇嘢好做噶，就去咗延安啦，延安。咁我星期日咧就设计紧上个礼拜咧，讲咩啊？我 lecture 讲嗰个不断革命理论，泰理论啦，系咪？相对即刻嗰啲收视下跌啦。但系我睇过咧嗰条片咧，就发觉个收视虽然下跌，但睇晒嗰个睇个时间系长晒嘅。即系啲人如果系有心睇咧，就有兴趣睇。但好多人可能对呢啲理论嘅嘢冇兴趣，啊
听唔明咁啦，咁我知道原来仲有价值嘅，即係讲呢啲嘢有价值嘅。咁所以嚟緊呢个礼拜我会讲佢嘅两个百年梦都系佢嘅理论嚟嘅。咁你要知佢而家做緊咩嘢㗎，我哋啲真系粗口烂舌一回事咋，好少 KOL 好似我咁粗鄙又得，高度学术又得，讲五千年文化啊，哲学又得，係咪都要爆咗句粗口㗎啦，我自己做节目完全冇粗口又得。你睇下我同呢个看中国啊，或者依家同呢个香港望神州啊，阿珍姐啊，阿 Jason 做节目啊，文协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哇，原来咁多咁多其他节目噶，我而家文协嗰个会客室啊，佢开我又得闲入去噶啦，啊客家店地主嗱、啊，我同呢啲做节目全部都吓冇讲粗口，证明我系可以唔讲粗口，系啲灯咁样冇计啦，系咪？西斜即系呢个太阳开始个位置改变啊嘛，开始天冷啦嘛，啊嗱呢啲咪香港咯，香港先见到啊，你连香港嘅阳光改变，系搞到影住我块面，系咪？我侧侧死身好啲，哇都唔得，避唔到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咁咧即系讲咗去边咧，咁啊要讲一讲啊，习近平做乜鬼啦？咁佢就咧啊视察联合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，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。我又问下大家啦，军事常识我真系专家嚟嘅。你见唔见美国搞啲咁嘢？影晒俾你睇。如果佢嗰、那个根本就唔系啦，整一个大荧幕喺度啫，成班谋理坐喺度扮晒嘢开会咁样啫，根本就唔系作战中心啦。有啲嘅，另外嘅呢、這个唔系嘅。咁啊，但系嗰啲作战中心咧，似啊，美国有嘅作战中心，休斯顿里边嗰啲太空中心啊，嗰啲啊真系劲。咁但系人哋唔会影俾你睇嘅，系咪？咁容易俾你影俾你睇，你咪得知佢，咁咪模仿人哋咯，吓、啊、都有啲相睇嘅，唔会随便影俾你睇，点解啫？尤其是开会又唔喺嗰啲地方开噶嘛，嗰、那个指挥中心嚟噶嘛，视察啊咁样，小心个角度影到啲咩嘢。揀过啲相先俾你睇噶嘛？嗱，呢啲咪认真专业咯。老共梗系唔认真又唔专业啦，反正都唔专业啦嘛，咪系咁扮嘢，攞嚟做大内宣咯。所以就去影相啦，成班傻头傻脑嘅军佬咧就喺度，嗰啲点打仗啊？呢班人嗱，打仗最紧要咩咧？钱千千，最紧要有钱，老子有钱系嘛？有钱做乜嘢？一定要有钱。咁你讲完一堆废话，有冇准备增加军费啊？而家嘅軍費係比帳面睇係美國嘅五分一到嘅啫，千幾億啫嘛，人六七千億嘅喎，年度軍費仲增加緊喎，人哋係啊，你唔好計你個 GDP 幾多啊咁樣，你冇佢十足呢個一半啩，咁都要升兩三倍嘅喎 ，suppose 係咪？當然你話個黑底啊比較多一啲啊咁樣，係嘅啊，即係啲人工平啊嘛，個軍費即係。实际好多嘛，但系人工平冇用嘅，啊，讲埋嗰啲，你唔知啊，中国喺度拎出啲咩千几千几嗰啲嘅，佢个造价系贵过美国佬好多，个性能比人差喎，啊，台湾攞 F-16V 啫，啊 ，F-16 已经三四十年啦，整咗出嚟系嘛，佢将佢升级下改变下，呢只嘢好使好用，系咪？加强个雷达，咁你嗰啲咩什么歼20咧？啊！嗰啲所謂第五代戰機，佢捉到你就得噶啦，佢已經唔驚你。咁其實好簡單嘅，佢一定係個雷達好過你，所以佢唔驚你啦已經。所以咧，縱然你話唔係隱形㗎，其實真係戰機冇真係隱形。咁你只係話個雷達面積少，咁你個雷達夠強一樣睇到佢啦嚇，同埋要近啲先睇到。咁即係話佢已經有把台灣 F-16V， 我睇到你先，咁就得㗎啦，多你五秒就已經好夠㗎啦，係。咁你就已經克制唔到佢，佢克制到你啊！佢大家都可以掛呢啲所謂超視距，即係200里以外嘅飛彈睇唔到㗎啦，都可以開。咁你咪大家鬥嗰個雷達嘅啫嘛，科技啊嘛，唔係你個隱唔隱形啊嘛，即係隱形意義冇啦嘛，最緊要就係咁啫嘛。咁咧，咁即係咩咧？人哋唔驚你啦，係咪？仲有你個產量又唔夠啦，係咪？你啲心臟又唔好啦，心臟唔好即係個飛嘅時間咧。即係成本就貴啦，嗰啲抄蘇聯嗰啲，蘇聯都唔好噶。蘇聯嘅戰機飛2000個鐘到嘅啫嘛，1-2000個鐘就要換 engine 噶。
美国呢，美国嘅 F-16 嗰个战机呢，嗰啲引擎呢係8000小时嘅，8000小时即係佢咁咪得闲飞，得闲又飞，成本又低好多，咁佢咪係咁练囉。啊，你又成个 engine 要抌呢个又要整过，其实佢成本做嘅成本同维修嘅成本训练嘅成本全部高过人。咁係大件甲粗咁解啫。你睇俄国战场嗰啲咁嘅苏式嘅飞机係几咁冇用嘅。咁你老共仲争緊半级㗎嘛，咁你打条鹅咩，基本上係唔使驚。不过点解呢，美国又出啲报告呢，收揼钱㗎嘛，即係揼呢个国防部啲钱，即係揼政府俾多啲钱佢做呢、這个即係军费。咁所以佢就出个报告话2023就打啦，咁你又真係信啦。你睇下呢集嗰啲傻佬开呢个会，你知唔係真係打啦，係咪？但係我哋永远都要咁讲，我哋个股佢做唔到重伤，连任唔到啦，冇用㗎，佢真係打。咁但係我呢起码我呢，我认为佢打唔赢佢就唔会打㗎，係咪？常识嚟啦。但係呢个判断可能错，尤其是侧边咁多擦泥仔。但係佢又外行呢，就一睇就睇出㗎啦。因为你喺呢度讲啲咁嘢呢，你冇讲你点增加军费啊，点增加兵力啊，边犯啊，海空陆啊，定係潜艇啊，定係太空舱，定係无人机啊，係定係反坦克武器啊，几时有咩进展啊，全部都冇讲，淨话打，我哋精神上胜利，係咁啊，益咗阿招啦，我都话啦，因为准备打仗，所以搵个警察做特首啊。我判断係即係佢係諗得遠嘅呢啲，咁你香港有時唔可以俾啲 EO 自講，啲 EO 可能就親背後係親英親美啊嘛，係一定要搵個中心嘅咁，所以就捧咗個李家超做特首，就搵個鄧炳強夾住佢兩條友就互相監察咁啊，所以嘅香港嘅格局係俾佢影響咗，咁啊搞到一鍋粥咁啦，攬炒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呢個另一個話題啦，睇下佢講啲咩先，視察聯合作戰指揮中心。嗱，头先讲过啦，正常你唔应该将个指挥中心俾人睇，而且一睇呢个礼堂多啊，指咩挥中心啊，系咁咧就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，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咁样，系咁啊，可以讲啦，我哋同一班军委嚟到联合指挥中心，食餐饭啫系嘛？唔系，我哋要量一量新嘅军委贯彻党嘅二十大精神，全面练兵。备战嘅决心同态度，嘴炮就打到好响啦，系鲜明态度，表明全面加强练兵。喂，你唔加钱，你点练兵啊？练兵都要加钱啊，冇讲喎，我准备加几多钱军费，加几多钱拨几多，冇讲喎，率领呢个张又侠啊、何卫东啊咁啦，呢啲咧，全部咧，你识讲嗰啲咧，讲中共军事人士嗰啲咧，呢啲咧就系佢亲佢嘅人。但系冇执行力嘅人，咁你冚家铲都得，真系可以治。咁但系呢啲人都会话俾佢听打唔到噶冚家铲。不过咧，我哋老虎喺度吹啦咁样。咁你黑到边个咧？呃唔到美国佬，美国佬好清。你个佬系陪你癫，唔系啊？美国佬系谂自己嘅数啫，系咪先？系。咁啊，调动全军作战嘅军委联合作战中心，听取情况啊，一同合照系。咁啊，强调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嘅奋斗目标。知有咩好奋斗？咁啊，全军认真贯彻中央军委部署，确保以大嘅精神喺部队里面落地生根，全部咧就系嘴炮。佢冇讲系咩嘢，即系，嗰啲全部都系精神胜利啊！咁啊，而家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同不确定性增大，你嘅政权唔稳定啫，国家好稳定，即系个政权暂时都好稳定，系咪？军事上嘅态势亦都好稳定。人哋蝦你又會，但你又吹唔漲，但你又打入嚟咧就肯定唔會，係咪？你問下國民黨有冇講過反攻復國啊？冇啦嘛，我唔支持佢啊，我哋開始唔支持佢，支持民進黨啊。香港人就係因為佢唔中意，唔再講啦嘛，成日係求和啊咁樣，即係呢馬英九啊，成個當日嗰啲咩啊？你聽佢啲啊，漢奸啊，汪精衛咁啊，講啲嘢啊，我哋和平啊嘛。汪精衛嗰啲講得好正啊！我哋日本人唔係想滅我哋噶嘛，係想同我哋合作噶嘛。我哋國家要和平啊，和平先發展到啊！哇，一撚樣依家你冇逼佢先噶，冇逼共產黨打過嚟啊，冇逼黃巾同我哋開戰啦，係嘛？蔣介石又唔可以和談咁樣，我啊提議和談啦。當時係咁噶嘛，汪精衛
我听过噶呢啲，大家上网揾得翻嘅，系咪？讲远咗添，台湾呢班咁啊，国民党呢班咪死剩种咧，冇卵用。咁咧，而家咧军艰巨任务吓、啊，要全军要新时代建设强军思想啊！呢啲嘢真系巴勒币噏就噏到咁，全部精力向聚打仗聚焦，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啊！加快提高打赢能力，点啊？点做先得噶？咁我乜都冇讲喎，俾几多钱内添啊？准备系咪？整多几多艘军舰啊？冇讲，发展啲咩高科技武器？冇讲，佢唔识啦，又系二嚟佢都唔知乜啦，系咪先？咁仲系话最紧要打鸠赢佢，一定要绝对忠诚要军队，善谋打仗，高效指挥，敢打必胜嘅战略指，敢打必胜，敢打又要必胜。屌你讲咩？战略指导指挥机构，敢打必胜嘅战略指挥机构，有都死啦，俾你指挥你啊嘛！啊，咁啊，加强练兵备战咁样啊，有后你有新时代军队使命咁样。点解读咁多呢？即系话俾你听系多鸠鱼，即系大家唔使惊，系嘛？台湾嘅萧山都唔使惊，只有一个情况系，即系佢有问题，咁呢就军事冒险，咁呢就会打啦。但係呢就输鸠紧嘅。係中国係完全冇呢个被入侵嘅危险嘅，国家安全多鸠鱼，係咪搞下颜色革命咁啊，咁你吹唔上嘅，係咪鬼叫你一个两只咩咁嘢，即係去国内搞都得㗎，人哋都费卵事，而家唔得闲理你，係咪你睇国际形势咁，而家搞定俄国佬先。一份还一份啦，冇开两条战线啊嘛，所以咧，俄乌战争未完咧，完咗之后一段时间咧，都未得人搞你住，但系就防备紧你呢个系必然噶啦。咁咧，大战落嚟讲，我认为咧，你根本就应该撑阿普京，哇！你嗰班你国内啲红粉，俄国孝子话俾人笑系吓，日日话去打鸠佢，打鸠佢，咁啊睇见俄罗佬咧打到咧唔上唔落，吓进又唔系，退又唔系，你唔见咩？跟住就成日拎住啲嗰几粒烂鬼核弹咧，就要挟人哋。咁你要挟美国佬，美国佬嗱，万一机会打下战，佢都费事啊！哦，你慢啲，慢啲打，慢啲打，唔逼死你住咁样。但系你慢慢消磨佢啊嘛。咁当然啦，乌克兰系惨啦，最好系美国佬快啲俾啲劲嘅武器我打鸠佢，咁又唔肯喎、啊，美国佬控制住个态势啊，一制都 under control， 佢中意打快啲又得，打慢啲又得，系咪？打完啲當然烏克蘭辛苦啦，咁但係你冇咁美國戰略係咁，冇理你喎，係咪先？即係佢話：喂，我快啲去搞翻掂，放翻阿維茲英，佢肯就得噶咯，一定搞到噶喎。喂，唔係我冇住冇住冇住咁，未得住未得住，我哋未得人理你住咁樣，咁啊，志英哥咪辛苦啲咯，係咪啊？啊，志英哥喺踎落一陣咯，你四十七人嗰啲踎落一陣咯。今日睇啲新聞先好笑，媽媽聲啊，官啊嗰啲。连个官都孖咯，陈庆伟都孖咯，你乜柒都冇准备啊！咁你顶到你整多两年，你都未难啊嘛，唔知道有咩理由啊嘛？而家就系等紧啦，阿拜登一去咪啊冇事放人咁，咁你坐完啦，你嘅事啊，屌关系鸠啊，鬼叫你自招嫌疑咩？勾结外国势力咩？到时会有一推说词咧。我睇到好儿戏嘅咋呢啲人，唔好意思啊，唉，我睇错都唔顶嘅，唉，评论员嚟咋我唔系。有内幕㗎吓，我唔知㗎。好啦，咁啊究竟呢、這个咁啊习近平讲埋呢堆嘢有咩价值呢？就乜撚价值都冇嘅，我觉得就。但係你唔排除佢有错误判断。嗱，有一样嘢佢可以判断到，喺俄乌战争里面我都判断到。就係美国唔愿意打任何同形式嘅核战，唔愿意。如果你有呢个判断呢，咁就大撚幕。我只要用核战要去美国呢，咁美国呢就唔会直接参战。但是美国的判断呢，包括我的判断呢，你老共是不会打核战。咁你最多呢用飞弹打呢个冲绳啊，打关岛啊，打苏碧湾啊，即是美国的在太平洋的用呢啲个方法嚟拒战。当然美国话唔系喎，我唔惊喎，截鸠晒你喎，然后使几条航母过嚟喎。同埋大家留意啊，佢又摆出个姿态同你打嘅。因为你就算是俄乌开战呢，佢啲航母舰唔系去地中海喎。佢三只航母舰嚟咗
亞太區喎，你記唔記得㗎？嗰陣，美國佬嘅戰略考慮唔同喎，佢就係驚你約埋一齊，嗰邊打俄烏，呢邊就打台灣喎，所以佢嚟咗咯，係嘛？跟住睇定唔係喎，你都冇料到喎，揾阿 Pelosi 去試試喎。啊，呢啲就係高戰略考慮啦。佢未必係要做啲咩咁試試你，睇下你係咪真係嚟。咁佢打咗個爛鬼飛彈之後，人哋就哈哈哈，原來你個水平仲停留喺30年前，仲係東風十五，咪嘎嘎聲笑，跟住係咁嚟咯。嗱，有樣嘢我又肯定喎，佢唔會用核彈對付台灣，所以台灣都冇乜必要嘅理由係要發展核彈，或者叫美國擺核彈喺度俾佢用，係咪？以前係擺過噶嘛，擺個核彈喺台灣噶，咁美國咁多招，咁只有一樣嘢驚啫。升级为核战，系咪？咁啊惊啦！咁你如果真系知呢样嘢，咁咪话一开战，我打台湾啦，咁样跟住就要挟美国。你航空母舰嚟，我就用佢依家用超音速飞弹噶嘛，用飞弹载核武打你航母，咁啊真系打得死噶，几千人咁啊死。咁美国佬可能窒住，算啦，唔打啦，咁样咁就可以解放台湾啦，围住台湾咁就大两镬。咁所以而家美國同台灣有個戰略性嘅，即係大家得個支持咧。蕭山知唔知啊？蕭山，唉，睇提你啦，留意啊！台灣係儲好多飛彈，儲好多彈藥，即係必要時咧，自己你個唔嚟咧都好啦，係。咁美國可能唔嚟喎，到時真係開戰嘅時候，咁咧韓國、日本幫手，咁佢哋可能都驚咗喎，打下戰啦咁樣啊。習近平，不過我哋嘅判斷咧，習近平冇俄國佬咁癲。即係係咪啊？大家嘅感覺係咩？即係普京係癲啲嘅，咁所以佢哋有忌嘅，普京又不顧一切嘅。咁啊，中國係承諾咗唔會用核彈先啦。第一佢承諾咗啦。咁咧，第二咧，亦都傷及台灣咧。咁佢做唔出啦嚇、啊。我哋覺得中國人做唔出啦。仲有一集老習係啊老毛，咁老毛都做唔出啦，係咪？有錯噶啦嘛，老毛嘅啫，都唔用核彈嚟攻台灣，冇呢回事。所以咧。定啲嚟，即係唔會核戰，但係咧用核戰去抗拒美國嘅介入咧，好似烏克蘭咁咧，呢、這個可能佢判斷。如果呢個係判斷咧，咁亦都唔使等強軍備戰喎，唔使喎，而家打得噶咯，因為佢潛艇夠多嘛，70几艘嘅，封台灣就得嘅。跟住咧揾啲商船啊，咁樣唔顧嗰啲軍人死活啦。調集商船大量咁樣湧過台海啊，咁可能係得嘅人海戰術，可能死10万、8万人㗎咁搞法，但係佢降登陸10万-20万人，咁你都合家產喎，台灣佬就好驚啊！咁所以各有各諗啦，呢啲啊，我唔想講啲咁恐怖嘅嘢俾大家聽嘅，即係呢啲咁嘅諗法係咪？我當唔會發生嘅嚇。咁啊，講呢個話題講到呢度算數啦，好嘛？軍事嘅嘢大家都幾有興趣嘅嚇。有機會再講。